學一個煮荷蘭市最簡單的，我是最簡單的款的，我有這三樣東西，一個鹽，這個煲呢就你最重要就開了炒的，開炒的給它熱多一點，開始放油，現在已經我開了火，一陣下熱多一點開的了， OK 熱多一點開的了，我放葱頭油，放埋豬肉，已經個煲熱咗多少噶啦？嗱，係咪有聲啊？要炒個豬肉香多少先？係最簡單嘅一個款啊！炒個豬肉香多少啦？流氣開了，我放紅油，荷蘭市就啊多啲咁多蠔油，然後再白油，都愛黑油，我中意佢有多少顏色嘅，所以我放多少黑油。咁樣放咗啲嘢落去已經有味啦，香味走出嚟啦，都放多少鹽，這個煲冇咩識索水啊，所以放鹽放少少啊，要記得你放喺白油，放喺紅油咪會鹹，放鹽放少少。你聽香多少，你又加啲水落去，冚一冚佢。平時放幾多水？滾緊㗎，你喺幾滾啊？
啊，香香噶，炒到好熱啦，我再炒下去。啊，我可以放水啦。如果要多啲汁嘅咧，就放多啲水；如果要少啲汁嘅咧，就放。我哋嘅細路哥就中意撈汁嘅，所以我就要放多啲咁嘅水。我已經放咗一杯水啦，我放多多，放多少少。我已經放咗一杯啦，放多咁樣。好啦，放咗水。我中意高，我中意高温嘅。高温啊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十分鐘好啦，我放風啦。可以開蓋啦，放咗風，嗱滾緊噶，係咪啊？頭先放咁多水，而家又原裝嚟咁多水喺度啊，所以佢唔識攣水噶。你放啱鐘點，佢唔識扭攣水噶。啊，可以畢出嚟食啦，嗱，你睇。荷蘭絲，今天我買的荷蘭絲是硬身的，是比腍身的更好吃，這個是硬身的，比荷蘭的更好吃，這個是硬身的，嗯，OK。